喝，咱喝点啊，给你倒上。行，你还是吹瓶吧。我炫一个得了呗。也行啊。这炫，你这不是有杯吗？你就自己倒呗。哎，不是哥，老妹儿啊，第一次跟你见面，反正呢，哥就多喝点，来，你自己倒上吧。我这太远了，我起不来，你看。反正呢，老妹儿，我觉得你呢，这个人挺不错，当哥的呢，敬你一杯。汗死的啊！他就那样。咋喝呀？就这么喝呗，你。不能喝咋的？能，哎呀。不是，哎，老妹儿，来。老妹儿干啥呢？拔罐呢，搁这儿。哥，哥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老妹儿，我心多大呀？这酒都搁哪儿呢？哎呀，不就没看着，不好意思啊，哥。老妹儿，我算看出来了，你是没看上我呀？哎，没有，哥，我觉得你真挺好的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让我咋出去？不是我，你别出去，我给你擦。经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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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。放心，经理，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，我也在开售之前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样板间。好嘞，经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哥，你看，真不好意思、啊。不是，你这是整的啥事儿啊？你这是啊？你别生气啊！哎呀，李雪，等我一下啊！不是，张设计师，你这么晚你来这儿了呢？你啊，那啥，经理吧，对这个样板间啊提出点修改意见。我趁着下班过来抢个工期，不是你在这干啥呢？他谁呀？啊，买房的。啊，他是买房子的欧阳先生，大家都下班了，他非要看样板间，我就带他过来了。这么回事？哎，张设计师啊，他正在这骂设计呢，你快躲躲。不是，等会儿。骂设计？那不就是骂我吗？我看咋回事。哎，不行，他骂得鸡头白脸的。我看看他咋啥鸡脸。你好啊，欧先生。哎，听说你对我不太满意。啊？不是，他谁呀？你家钥匙还带气儿来的？潜伏。他一直纠缠我，就是让他走啊，我就撵走。别，老妹，我老弟，我就对你不满意，咋地？哎呀，咋地咋地咋地不咋地？你不满意你说出来。这不都结束了吗？还回来干啥呀？责任。你咋不说义务呢？那也没毛病啊。现在后悔了没？我一直没后悔，依然喜欢着，没事我还回来干干。你俩说的吧，都不是一个事儿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咱俩一回事。那我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俩这样你还约我来干啥呀？哥，都怨我。不怨你啊，怨我。为啥呢，兄弟？因为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精心设计的。哦，设计我。我说的嘛，给我整这嘎，动也动不了，往我身上撒酒，看拔罐是吗？不是，他这块吧本来就动不了，谁让你坐那儿的？你啥意思啊？哎呀妈！哎呀，哎呀！来，老妹儿，别动，来。你别生气，来。哎呀，我必须站起来跟他说话。哎呀，慢着点啊！来，哎呀，来，我就问你啊，这个凳子挪不动，为啥？很简单，怕人坐。凳子怕人坐，放着干啥？摆设呀、啊，合理吗？很合理呀、啊，这风格喜欢吗？喜欢，我现在就想把你这个屋子整个烂都给你拆了。不用你动手。一会儿我自己拆，你啥意思啊？哎，我啥意思？别等一会儿了，动手吧。啊，行，也该结束了，上人儿。这咋回事啊？来啊，拆了，抬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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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玩意儿啊，啥意思啊？哎，别，我撤，别生气啊。这些东西呢，都是他当初买的，要拿就拿走吧。老妹儿，我算看出来了，合着当初你啥也没买，都是人家的，是不？这不还有个桌子吗？把桌子也给我抬走，上人儿。快！哎呀妈！帮我的。那个二位，继续，继续。连桌都没了。
张设计师，拆完了吗？哎，经理，那个刚刚拆完。那什么，咱下班以后啊，来个买房的。哎呀妈，那人李雪在里边有点对付不了，你帮帮他。是吗？对。那我进去看看啊。行。哎呀。